来，那欢迎回来海庄之旅。那今天一样，我们去打架，但今天我们不打排位赛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打一个有趣的东西，那就是这次的挑战对战。那这次挑战对战的话是战斗吧，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。我真的觉得战斗吧超级好玩，就四打四啦，然后八个人用自己各自的一个角色。那这个的话，因为不算积分排名嘛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练脚这样子，然后可以玩一些自己有趣的角色。那最主要啦，这一次的挑战对战呢比较特别的话，它出了一个新地图啊，来看一下我们的阿拉巴斯坦。所以他这次的主角是我们的维维跟那个克洛克达尔这样子，我们的皇父啊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那打之前的话，来介绍一下我的。哎呀，今天终于要上场了！来来来，我的第一只那个特三角啊，就是我那个电影版的那个鲁夫。那他的话真的哦，我终于知道特三是怎么搞的。特三真的是黑啊，哇，真的是超级黑！哇，他那个碎片哦，真的是成等比急速的上升。然后最后一个那个超量特效要500个碎片，哇靠！如果不是活动的碎片送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一般的大佬真的玩哎呦，这游戏出三年，那也难怪。我要不然我觉得那个超量特效太恐怖了。这个东西之前是活动送那么多碎片，我才能冲到特效三。那如果是一般角色的碎片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多。然后这边后面还有个特效池，然后我们升这个的话，好像是需要宝珠吧？这个玩意它有个这个人物的宝珠，然后可以开放那个去做那个什么兑换吧。就这个兑换宝珠，然后这部分的话还要研究啊，还不知道这玩意是什么东西，就用这个，可以用我们的那个角色碎片去换一个宝珠，可以换一个宝珠，然后一个两个宝珠才能点，而且还特别贵。那我们来玩一下，所以我们这些满等的角色的话，如果要在网上，就要从碎片换宝珠。哇操，一百个碎片算一个，哇靠，超级超级黑。好啦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加好了。好 ，OK 啊，大概是这样啦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用特三的角色来玩一下。那今天的话，战场啊，我们全部都不用超传角。今天的话，就当做是我们传奇角的一个练角啦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每场玩的角色我都会不一样。然后就是先从鲁夫跟那个我们的明哥开始，然后美音啊，或者是雷利啊、倚仗啊这些啊，还有糖果人，然后还有那个偷袭应该不用了，因为四打四战斗吧都是专门在打架，所以全部找攻击手上场就好了。OK， 今天的话我们来玩一下吧，然后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一些战斗方式。OK，Go，、okay, 来了，开打！哇，战斗吧开始，在我们的那个阿拉巴斯坦外面的那个皇宫啊。哎呀，这次新地图很不错。它这次新地图来说的话，打架真的很爽。它中间的话是一个屏障，然后左右两边有那个大炮可以飞过去。那这个地图的话，很适合一些挡路的一些黄金哥啊、明哥啊，哇，站在那个大地图那边，然后挡路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那我们就哇，防御角，这干嘛玩防御角？这边哇，好多防御手，来，等等等等，哦，来了，来了啊！哇嚓！超穿了不起吗？超穿了不起吗？哎呦，我看飞走了，起来，打我明哥！去！想干什么？啊，去！干明哥好玩哦，怎么受得了啦？去！哇，投射！哎，干，这好像以前那个。哦，干，明哥真的好玩的，天哪！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明哥打？哎呦，哦呦，闪得漂亮。哎，人呢？我看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呦，真该死。哎呦，这个鲁夫很呛虾哦。来，受不了啊！听说你很呛虾 ，K 啊，奥多，哇，爽，直接干掉一只，来下面一位来了，我决定是你了，啊，我 KO 了，哇，两，哇，这谁？我看，哦，哇，这是什么 boss？ 大哥，有话好说，大哥有话好说，开始。算了，我们还是用明哥好了，明哥真的太好玩了。来，这炮在了。哎，防御脚要干嘛？来，哇嚓，来了。哎，哦，原来网子的另外一边是这样，是长这样子的。干你红发，你能装死？起来，红发，你给我起来，红发，你给我起来。哎，赢了啊！下面一位，啊，在这里来了，哇嚓。哎，死了！哦，对，哎，真的好玩！哎，靠腰！哦呦，看这炮真的好烦哦！起来，来了啊！操作之余，
对对，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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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哇，有网子保护我啊！哇，剩二十几秒了，我天哪，完成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来了，你又来了！哎呦，糖果人，你想干什么？糖果人想干什么？说啥？哎、啊，快要，哎、欸，没死哦，没死哦，哎呦，怎样？糖果人想单挑吗？糖果人想单挑吗？你想跟我单挑？哎呦，哎呀，公平公平，哎呦！没输没输，哇，有麻雀虽小，好嘞 ，OK 的，来了，来第二场，我们来玩糖果人啊，糖果人配美音，哇，我们这一队很有人很混啊，哇，全部拿这些那个基础角，真的是，哇，三鲁夫，每个鲁夫还长得不一样， 来走，我们糖果人，我们跟着神鲁夫走啊，糖果，哎、欸，亲自来喽，去，哎、欸。来了啊！糖果人在我们 B 面凹到，哇！爽爽爽爽！谁呀、啊？看小画家！卡普怎么在那边？卡普啊，卡普，专业一点好不好？卡普，哎、欸，凹到了，哇，这样就凹到了。你看，怎么对面完全啊？哇，这根本平推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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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你也呛虾哦！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在打我啊？去死吧！哦哦哦！还有谁？哎、欸，三只！哎、欸，奥斗，奥斗，奥斗！哎、欸，反正是我糖果人的威力！我、靠！干，我糖果人死不了吗？哎、欸，起来了！哇哦！你们确定你们的角色是专业的吗？啊，卡普！战国，战国，去！糖果处女，哇，怎么感觉被虐菜的感觉？哇，直接秒杀！哎，亲自来了！哎，来，哎，哦，大熊来了！干，我已经七千分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让你见识一下糖果处女！哎，看小画家，哇，奥斗，哇，我们已经即将大胜了！哎、欸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啊！看我有七千分，你也不要追我，看烦不烦啊？哇，死了！哇，我九千分，呵呵哇哇，糖果人的冰冻，哇 ，OK 的，哇，很爽哎、欸！哇，美音都没上场，好了，下一场玩美音好了。哇，五千分，哇，一万两千多，好 ，OK， Go， 下一场，好 Go， 来了，开打，哇，不错不错，我们。大家都哇，连有人徽章都不带的，真的是太随便了。哇，马可白胡子，哇，真的是，这是怎么配的、啊？奇怪了，是看你的那个嘛，角色战力嘛，就是不玩超船的就不玩超船这样。好了，没关系，美一啊，我们来玩一下美一。刚刚糖果人太猛了，刚糖果人横扫千军呢、啊。来啊，哎、我们来做看大炮好了，我还没做过大炮嘞。来，那我做个大炮先，走。发射！哦，直接降落。奥斗！哇，直接秒杀呀、啊！天哪，我怎么那么强？哎、欸，靠！我飞过来就没有人，这怎么回事？来，马可来了，定！睡觉死了。哎、欸，卡二！我靠！哎呦，卡二，你想单挑吗？啊？你看不出来，你看不出来，你、欸、干？你看不出来我是面子果实的女儿？不会给面子吗？不会给面子吗？啊？不会给面子吗？哎呦！不会给面子，不会给面子吗？啊！我干，看王榜我已经六千了，是谁啊？罗哥啊，死了，宝都死光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是杀人家去了。哇！来，哎定。我，哎奥斗，哎来艾斯奥斗，哇！九千分的，人在哪里？来休息一下。哇，我们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对面有在追我，哎、欸，罗哥跟那两只在追我，哎、欸，反杀，
哇，秒杀，哇，一万分，哇 ，OK 的，哇，接着一，哇，我们太猛啦，美音，哇，不错不错，来看一下积分，刚刚12000嘛，哦，11000还不错，哇，好快哦，好 ，OK， 那下场再来玩看别的 ，Go， 来了，开战啊，这次一样有明哥跟美音啊，差不多就是明哥美音。糖果人配雷利啊，就这四只。哎，这四只算是我、算是最喜欢玩的超船脚吧，啊，还不错。攻击手啊，然后又可以练一下超船的一些技能，然后又可以拿来打超船的经验，还不错。来开战，哇，对面是都是超船脚，除了一个那个乌尔蒂之外，别怕，我们的明哥也是 OK 的，虽然说他只有好像60等吧。来开战开战啊！神诛杀，打爆你们！神诛杀，哇，全部都在，全部都是这边来的。来了，开门送温暖啊！去！哦，哇，这个网子另外一边，哇，好安心，有网子好安心，有网子好安心，有网子好安心。哎、过不来，哎、过不来，哎、罗杰，哎、超船没有比较强哦，哎、罗杰，罗杰哥，超船好像。靠！要谁打？谁在后面打我？哎、欸，我在跟罗杰哥玩，你们不要在那烦我。就是你啊，狗哥，狗哥，我靠，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就不能一个一个来吗？哎、欸，拜！哎、欸，一言不合就飞走。我看没中。哎呀，哎呀，还好他是防御者，打起来不太痛。这感觉是，哎呦，这两次很嚣张 哦， 哦。还有糖果人杀小，来了神诛杀，好的，哇，到底是谁啦？就是你啊！哦，隐形黑啊！哇，就是你啊，很该死哦。后面有奶了，哇！是啊，哎、欸，没死哦，没死哦，哇！我明哥怎么那么硬？哎，这是用逼我的，哇！好啦，我决定还是靠我的美音战神，来，美音战神，美音战神，奥特，哇，爽啊！直接干掉两只啊！那你们还有时间玩？哼！就是你！哎、欸，错！我是面子果实他女儿，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！哎呦，哦，好强！我感觉真的好强哦！我感觉真的好强哦！天哪，明天好玩哦！天哪，要不是我心术不够高，乌尔蒂过来，哇，死了！干，我4000分了！来。去吧，回去！我、哦、靠腰，就是这该死的狗哥，去死！定住，奥特！哇，我5000分了，干美音战神啊！哎，老爸打女儿啊，女儿打老爸，干好猛哦！干我怎么觉得美音都好会好强哦？干美音真的好玩哦！天哪！哇，美音好猛哦！哇，不行，我决定。但我啊，碎片不够了，帮我再玩美音，好，再来 ，Go， 来开战，最后一场，我的美音战神，哇，竟然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竟然要凯老师，哦，准之贝尔，冬泳怪哥，哇，不错，这边有两个老爸，打死他们，哇，凯多在这个场地可以干嘛？凯多直接站着那个出入口啊，没关系，我美音战神啊，打爆全场，不要怕。啊，美音战神超级猛，然后雷利跟罗杰应该还是 OK 啦，雷利跟罗杰来开打，走，打我们的老爸先，哇哦，对面一口票人，哇，那个吐司要过来了，该吐的吐一吐，吐完了，好了，你都吐完了，来了，吐刺，好喽，哇，直接干掉一只，来老爸，干比吐司没输过的啦。你确定你是专业的吗，老爸？起来！但三打一是不是有点不太行？喂、欸，雷一来了！哦呦，
哇，二技能转回，哇，有机会变恐龙了。来，雷利，戳，来定，没定到，哇，哎，真的是够变恐龙。戳，奥斗，戳，哎，奥斗。来了，突刺奥斗，哇，爽啊！直接把那个恐龙干掉，哦，解锁两只，来，罗哥，啊，终于死了，不错了，呵呵，我的美音大神，美音战神，来，下雨，去，来挡出口，奥斗神诛杀。好爽！来过来！你们过得来吗？啊，你们过得来吗？啊，过得来吗？魔法，你说，说话，说话，来说话。哎呦，会跑。哎，会跑。别怕，赤犬哥，别怕，我在那边支援你，赤犬哥。哇，流星火山都放了，神珠杀。来下雨。哎，奥斗了，哇，用吐的阵把他们吐死了，什么东西吃一串的？干，红发圣人一点鸟血，哎，死了啊，被吐死了。然后下面一位，哇，很好玩啊，雷利怪，干，哦，恐龙来了，来，谁啦？哎，偷偷来给他们下雨啊！神珠一杀，哎，过不来！哎，雷利，你干嘛？这边此路不通！谁打我？就还呢？反过来，神珠杀，还没死。哎，想准回我？啊！哇，赢了！哎，时间到了，哇，很强哎，明哥，哇，不错，好了 ，OK 了，砍掉了，老练了，最后一场，哇，好爽，哇，6000多分，9000多分 ，OK 的啦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啦，这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，还不错，冲了2000多分，报酬的话应该普普啦，反正哦，他其实报酬还不错哎 ，Top 100，他有送这个暴击加18%。欸，不错嘛，但是要冲100名耶，好像有点久。好啦，算啦，大概是这样啦。哦，这次战斗吧很好玩，真的超级好玩。然后美英战神非常的强。OK， 那下一次的话，我再把那个排位冲一下好了。目前的话有几分呢？看一下，目前啊700多分。等到下次冲1500的时候拍一个，然后冲3000的时候再拍一个就好了。好，就这样给大家做个参考。那今天喜欢支持一下，我是轩，然后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